那另一科的金山呢，承蒙产官学界各界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贤达人士的支持跟鼓励。那今年2024年已经迈入第12届哈。那大会是用活用创意、激发创新、鼓励创业为主轴。那结合地方的特色产业，由学子来发挥他们创新的能量，并且以北八卦山脉的农业创新发展为今年的研究主题，实践社会的责任，达到产业发展、地方再生的目标。那大家一定非常好奇，今年总共有2届的颁奖哦。那在第11届的，我们首次尝试举办来全国高中的小论文竞赛，那是由全国的高中职学生透过小论文来推广我们的彰化县。那研究的主题包含产业、文化、精神、艺术、美学、观光等。那第12届的大专，创意行销竞赛呢，是由青年学子透过有3个主题哦，行销、文案企划、多媒体制作以及文创商品的设计，那提出他们的创新创业的构想，学术结合来创造产业的商机。那2届的竞赛呢，总共有超过30几间的大专院校的学生，组成了将近180组的队伍来参加，总共超过700余位的学生来报名哈。那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产官学界的贵宾朋友们，那以及各协办的这些工协会、企业以及学校的系所，那有你们的支持，才能让这一次的活动可以顺利圆满成功。那历经了8个月的这些竞赛，那在各界携手努力之下，我们今天终于要展现我们丰硕的成果。那我们是不是也邀请在座的师生也用掌声来鼓励你们？这次丰硕的成果好不好？